那么那个现在哈，就是说我们等一下要用这个双氧水，那我会滴两格，滴两格，然后呢，等一下这个是双氧水的那个测试试剂，我会滴两个，一格滴这里，一格滴这里，为什么？很臭。OK，再一次哦，这两个是双氧水，这个是试剂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如果你直接滴的时候变色，你不晓得它原色是不是这一个，你也不晓得双氧水是不是这一个。所以呢，这个东西在实验上，在不管跑 DNA、跑蛋白质或类似是很重要，但很简单，不用花钱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双氧水跟它碰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双氧水试剂的话，但这个是定性，这不是定量，但是代表说它本身是有效的。啊，你怎么知道它没有颜色？诶，我滴了一个空白的药剂在这边，它没有颜色。啊，你的双氧水本身就有颜色，诶，双氧水在这边，双氧水 alone 跟那个试剂 alone。